LA， Fun in LA。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位在 San Gabriel 的卢记麻辣锅。这家麻辣锅呢，他们的汤底非常的浓郁，清汤锅是用酸菜锅，汤头也非常的鲜美。他们的特色菜色是手工虾球，牛肉有分成三种等级，中间等级呢是卢记的招牌牛肉。麻辣锅的汤底豆腐可以无限量的续加，这家餐厅在用餐区的后方呢，有提供各式各样不同的佐料，像是红色的腐乳、花生酱、蒜泥以及韭菜泥等等。他们中午的生意比较清淡，晚上大概到了8点钟之后呢，人就会非常的多，所以如果你们不想等待的话，建议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来到这里用餐。这家餐厅的麻辣锅呢，口味非常的香辣浓郁，只要是喜欢吃辣的朋友呢，都应该要来这里试试看。Fun in LA, Fun in LA, 我们下次见。